Between an enemy. 又是袖手旁观，抓着姐姐不放了是吧？ Triple kill, penta kill, victory. 装备已到，老规矩，先付钱后交易。累死我了，吃点好吃的。 喂，小文，姐，我想了想，要不算了吧？什么算了？你不想学音乐了？不是，我想，可是培训费太贵了，要80000。家里没关系，你不用管，有姐姐在呢。你就好好复习，乖乖备考，到时候别光顾着学音乐，把文化课成绩给落下了。好，姐，我听你的。嗯。 继续吃泡面吧。300、500，但这我得攒到什么时候呀？50000，拿到这50000。 再加上我之前存的钱，那我妹妹的培训费不就够了？爱情很难吗？对于现代的都市男女来说，的确很难。他们生活在忙碌的时代，每天工作忙，日常疲惫，还996，每一样都可以压垮一个人。所以，他们哪来的时间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？ 于是，听心再跳可以代替他们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。这款以游戏为载体的系统用镜面模式1:1再入真人数据，里面的人就是用户在现实中的真实映射，再由内测玩家扮演红娘的角色，让他们知道合适自己的人在哪里。那要如何判断是否合适？心跳。言语或许会骗人，但心跳不会。人们面对真爱时的心跳是可以达到每分钟168下。 同时，由于内测玩家担任了红娘的角色，所以我们的游戏奖励会比普通的游戏奖励要高。每个月的首榜奖励为50000元。哈，没见过猪，还没吃过猪肉啊！季总。 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我来吧。啊，早都给你泡好了。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，跟公司的老员工说话还会紧张？习惯了，而且再说这些事交给你不就行了吗？ 走吧，走，味道怎么样？还行。玩个游戏还要配设备。 用户信息匹配成功。